这团队让我很想要赢，对吧？我觉得我们的心都是团结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中华队超棒，真的，因为真的不一样。因为我这次在台湾打中华队，这种感觉就是在美国赛的不一样，对吧？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，比较喜欢有人鼓励。现在心情哦，因为要离开这个队伍，然后感觉我心都裂掉了，想要继续跟着我们队伍继续奋斗，但是现实面，就是现实面嘛，对，也没办法，没办法晋级下一轮，一定会非常难过。玉成，这是你的狗吗？对啊，对吧？现在连接。我帮你看。还好我是。现在心情哦，因为要离开这个队伍，然后感觉心都裂掉，想要继续跟着我们队继续奋斗，但是。现实面，现实面嘛，对，也没办法，没办法晋级下一轮，一定会非常难过，没感动，村民的心声，那当然一定会很感动，很难过，这没办法，必须去接受，就我们下次再见。会陪家人，陪多一点，因为我这次就是我先回去了，跟我老婆要再打针。对，台湾医疗也不方便，而且台湾有长辈会比较方便。啊，不在美国生的话，自己为台湾也没有保障，而且美国医疗那边开放，也没有什么月子中心。这段时间回来台湾打球还算蛮开心的，很开心啊！因为这个团队让我很想要，我觉得心都是团结，所以这个团队超棒，真的、啊。因为这个不一样，因为我这次在台湾打中华队，这种感觉就跟在赛会不一样，因为个人是很喜欢比较。欢迎球迷，谢谢你。可以。3月8号，一路来支持，有好有坏，真的很感谢你们关注这个团队。虽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，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已经努力了。那我们也在球场上听见你的声音，真的再次感谢。你们为我的加油，我们之后会各自努力继续加油，谢谢你们。